郑记者，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卡稿卡成这样，你不知道有什么事吗？我就是感觉你可能想见我了，所以就来找你。说说看，你怎么就感觉我想见你了？那不然您卡我三次稿子什么意思？原来是这样，不错，不卑不亢，态度坚决，一套逻辑下来行云流水，我几乎也要这么认为。我的稿子连我的主编和总编，财经新闻界最挑剔的魔头二人组都挑不出什么毛病，您居然卡了三次，还什么具体意见都不给。除了想见我，还能有别的理由吗？我的理由就是不满意。不满意？哪里不满意？您一处处指出来，我一处处改，改到您满意为止。说哪里不满意，那就证明你是想见我了。你故意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，让我主动来找你。嗯，